可以请你们两个分享一下今天对石原的恋情的看法吗？首先我们两个是路人，对，我们现在是说受访了是吗？对，选到我们了，对，妈，我上电视了，耶！哦，对，那个什么，谁？石原是吗？我第一个是想到说，哇哦，这个身高差很可爱耶，这个身高差，对啊，因为男生很高，然后石原超小只，对，我想他们走在一起。哎呦，恋爱，对啊，然后就是哎呀，人家谈恋爱关我们什么事啦？对呀、啊，干嘛关？我跟你讲，人的一生中哦，你会有同事，你会有家人，你会有朋友，你也会有另外一半，所以谈恋爱是一个很正常、很健康的交友，好不好？没错，会不会太官方？有点官方，但没关系。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出嫁了，没事，先好好的交往，谈谈恋爱，好，我们就是给予祝福的心态喽。